在家里，什么事儿，都有我和你妈妈替你兜着。成了家就是大人了，不能再任性。你这毛毛躁躁的毛病啊，也得改一改。啊。怎么了？不愿意听我说教啊？等你有了孩子就知道了。不管父母说教多少，都是为了孩子好。那正好啊，等我以后有了孩子，你去跟他说教，我就可以躲清闲了。我给你带孩子啊？对啊。你干嘛呢？我监督你啊。等我孩子上了小学，你可以亲自管他纪律了，有没有很有诱惑力？那个时候你可以继续教导主任光荣的使命了。你的孩子当然是你自己带啊，哪有你这么使唤长辈的？我就让你给我带，我让你给我带到上小学、上初中、上高中，高考你也得负责，要考不好的话我拿你试问。你是想让我晚节不保啊？笑笑啊，赶快长大吧，不能再像个孩子一样了。爸爸不能陪你一辈子的。